帮你叫记者发布离婚。你到底在干嘛、啊？算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弄小孩子，小孩子在哭了，人家回来自己在哭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在协议出来的。我跟你讲哈，哎，这样子，电话你现在拨过去，好，然后立刻挂断，老婆一定会再打回来嘛。我们请个女生接。哦哦，哎，这女生，哎，这个很狠，还很正。对对对，不要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不，这个不要开玩笑。哎呦，这有什么？不是江老师事情，不要开玩笑。狼都来啊，他们有什么开玩笑？对啊，对啊，掉不掉？怎么得了？拒绝呢？那是论嘛？掉不掉？哈，唯怕是你讲的题目，我们出这有什么怕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唯怕而已嘛。信心满满。哎，你好。宪哥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叫什么大名？我叫可心，手心手背，可心，可心有来过，有来过，有来过，哇！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吗？对，来了，他接了，我们就突然间挂掉。等一下，我小妹会吵醒。对，没关系。接了会不会是男生的声音？没事，把他搞到家破人亡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。哎，阿奶，哎，可以在吗？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听到这个女的讲话了。不是，这个时间应该是小朋友在睡觉哦。然后他还是你打家里？我打家里面的，家里面不行，家里声音太大声了。真的，小朋友会吵起来。我爸应该等一下就会打来。我觉得这样，还是你打你小孩的电话。不，小孩有干脆把他吵起来啊！就这样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很怕哎。别的女生接，我不是怕，我是尊重，我是疼老婆。哎，先跟我跟你讲，我的生命哲学里面有两件事情。哦，什么事？有件事情是很难的，第一个就是呢，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来了来了。喂，老公，你找我吗？喂，你是谁？喂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打错电话了。你是哪位？你是要找潘老师吗？对，我是他太太，请问一下你是？我跟潘老师一起录影啊，然后他刚刚是说，就我跟他初恋情人很像，然后，对，他刚刚好像有打给你。嗯。对啊，我有朋友他打给我，所以我想说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他刚刚去洗手间，然后他就是叫我帮他保管手机呢。他叫你帮他保管手机？嗯。他有叫你帮他接电话吗？他说如果有电话来，就直接帮他接。你晓不晓得这样子接是侵犯别人隐私的？可是潘老师刚刚说可以啊。这莫名其妙啊！潘老师来了，你等一下哦。哎，韩丽，哎，在到底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刚才上厕所了。不是在录影吗？上什么厕所？对，因为那个宪哥他刚好又是他也尿急啊，就大家一起去上厕所这样。那为什么？那刚才那个女生是谁？那个就是录影的那个修 girl， 他们刚好今天有活动要表演嘛。那我刚刚手机摆在旁边啊，那你什么初恋情人什么关系？啊？没有，什么关系啊？他开玩笑的吧？他乱讲的吧？开玩笑的，他跟你开玩笑。这梦想你们到底在干嘛啦？算了，不跟你讲，我现在弄小孩子，小孩在哭了，你待会儿自己再跟我解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。啊啊啊啊啊解释，宪哥，买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不要淌这个浑水，解释了。宪哥，你不要，好，那我来，我解释。对啊，这个要打回去的啦，一定要解释，宪哥，这个多一分钟，多十个小时的吵架，对啦，多一分钟多十个小时，赶快解释，现在，来，回去很麻烦了，但是就怕他不接啊，真的，笑了小孩就走，我跟你讲，对啊。对这个哇，两个电话，两个艺人要离婚了。你太不了解潘太太了，心里收。他这个时候反而电话是没跟你讲，对，有可能，哦、要不然试一下嘛，气头上还好，他打的已经在开红酒了，就是要喝就对了。这个要解释，不会接嘛？
喂，喂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哎，潘太太，我没有想怎样，我是欧弟。哎，欧弟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在录节目，我们 call out。对对对。我也在了。哎，我是汉典啊，对不对？我是露露，对不起。太谁了？对，还哎。我们在录大热门，对了，宪哥出了主意了，对了，刚刚在 call out， 刚刚是开玩笑的，刚刚是效果了，对对对，我们正在录影。屁呀，你们真的？我们现在在录影，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真的，不信不信，你可以听有阿咪老师的音效。宪哥讲话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有，这个是哎。宪哥讲话，快点。哎，老婆，哎，我中。麦欧北贡，没事啦，我们在录影，故意要逗你，就是说如果别的女生接到，接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接这个潘老，你好，哎，真的啊，怎么样？嗯，哎，是我没错啦，哎，他不是梅东升，也不是林先生，就说如果有人接你老公电话，你会不会很生气这样？对，因为他真的很贱哎，你们，而且很紧张哎，而且亲爱的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在选说谁怕老婆不怕老婆，他选的是他不怕，他只是微怕。对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答案，我们要把他名次往前挪很多，好不好？没事，那个小孩来，你跟老婆老婆，对不起，那个宪哥出的主意，没办法。你不要就闹，我就跟你说，就是小孩子这样子，我怎么？不是，好，不会，下次不可能了，不会啦，你也知道嘛。烦你回来再说了，嗯。我们今天会录到两点哦，你屁呀，乱弄。好了，没事，完蛋，好，没事 ，OK 吧，回去没事吧。我跟你讲，没事才怪，完蛋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完蛋了。我刚才讲过有两件事情哦，钱哦，一个是从别人的口袋里面把钱赚回来，最难；一个是把别人的脑袋里面的思想带回来。哎呦，前面成功的叫老板，后面成功的叫什么？叫老师。对，两个都成功的叫老婆。你跟老板斗呢？你是不想混，所以你跟老师斗，你是不想学。讲这么多，你要是跟老婆斗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想活了。讲这么多，你不如坐第一排。对，你是先坐在七楼嘛？你潘老师，而且如果你真的那么觉得这个解释太困难的话，好，你直接带他一起回家开门的话，一次就解决了，一次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快加力嘛，开门就一起，又正又辣，对不对？老婆咬牙。后来你没事情啊，你去，没事没事。来玉林，来 call out， 你还没 call out， 惨哦 ，call out， 我 call 什么 ？call out， 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很简单，你就 po 一张你们的照片，哦，就好了。我跟他照片吗？对，现场拍啊，就说啊，发错了这样，不行啊，发给老婆发错，发给老婆然后说啊，发错了，先帮你们两个拍照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问题是要 po 去哪里？要自拍，po在那个，没有直接传过去嘛 ？FB 啊或者什么都可以，直接 APP 传了，可以啊，啊没有，我帮你们拍，我帮你们拍，然后你手是勾掌，那手不能勾了，手掌。要勾啊！我们可以了，好，不能，你跟他不行了，不行，好，要不然你站直直的，但是他勾你，对，这样，哎，他冒冷汗，对，他冒冷汗，紧张成这样，玉林第一名不是跳起来了，好，阿亮，第一名不是跳起来，没有，亲密一点，再亲密一点，他自拍就好了啦，不用过来，自拍两个更近，冒冷汗，太可怕了，英哥，那我抄袭好了，啊，你抄袭，哎，没有，玉林哥，我跟你讲，你手要拿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想清楚哦，你手要拿起来，手要拿起来。要不然他会以为你在这招更狠，吹气，你这样多吹气，耳朵吹气，你要嘟嘴的感觉，对，你最终这样回去，牙就早产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还刷赛啊，你今天刷赛啊，哇，流汗，是啊，怀孕了，好了，有一张，可是宪哥，对啊，他们讲没错，他现在怀孕了，对啊，所以这照片删掉都不行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只要感觉上头跟头在一起这样子。自拍就可以了哦，就是感觉有点亲密，但是又不是太亲密。对，我看这一张可以，这不行啊，这腰修得起啊。这个孕妇有办法那个吗？阿丽莎，哎，这比赛的，这不行，这很严重，这真的，这是 OK 的，这好严重哦。我老婆待机了，我老婆怀孕现在脾气很古怪。而且宪哥，我替他那个讲啊，出去了啦，出去了。这个不是你爷啦，黑衣爷，黑衣爷啊，黑衣爷啊，你打人的手机啊？不要，真的出去了？没有，不可能了，没有，过来，把自拍就好了。他根本没有号码，他怎么出去？好，你们自拍，自拍的，自拍。啊，好，
对，哦耶，哦耶，哎哎，你要入镜嘛？对。哎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的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我老婆就被抓狂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危险哎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宪哥，再来了，再来了。泼他泼哪里？朋友圈抛我的那个 Facebook 了，因为我的 Facebook 跟我老婆是同步的，对，他老婆他直接可以收到，我收得到，他也收得到，但是你要抛私信，你不要给他抛到公开的，他当然不能抛公开，你是笑的哦，你抛公开，他们全世界都看到了，干嘛干嘛骂人家？人家也是为了工作，很辛苦哎，抛好了吗？抛好了吗？抛私信沈玉林的玉林君呢？嗯，还有外粉丝团哦，还偷偷打广告。哎，你头发去哪里剪了？哎呦，怎么办啦？好像剪坏了。这很流行，好不好？不行啦，那你才长坏了嘞。而且是头发跟谁剪的？这季反这季反击还不错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。哦哟，这样不好。睡睡睡，没有，不讲。哎，第一次接触啊。哦。还好啊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雅雅，然后最后打一个字就好了，爽，不行啊，哪有正妹会这样剖的呀，爽，要救命，哎，好好，这一段真这个好，这一段，他说了吗？这没有这一段，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，可以啦，快点嘛，哎啦，是一个爱你，哎啦，他说吗？你自己念出来，玉林哥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，谢谢你今天对我这么照顾，怕我饿，又怕我冷。还贴心的借我你的外套，你不仅一直逗我开心，还夸我身材好，哈哈，在你旁边真的很有安全感，我好喜欢你哦，别忘了，等等录完影，你要带我去吃宵夜。这不行啦，你完蛋了，不要也敢删，人家手机，对啊，宵夜后面还有一个小爱心，刷他的出台机啊嘛，帅帅帅，这不行啊，耶耶耶耶，哎，这不行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得了，叫潘若迪老婆打电话给雅雅，对，你打，对，你老婆嘞，你跟你老婆讲说打给他说。说是开玩笑的这样，你以为我老婆现在会听我的话吗？她会接我电话就阿弥陀佛了。哎，讯息吗？等一下，先擦一下，擦一下。等一下，没有啊。我老婆传 A P P 来啊。我玉林哥手都在抖了。啊，老婆输入中，输入中。你老婆等于是我老婆，我来。什么？让我自己。宪哥先让我擦。宪哥先让。再让我打了一堆问号来了。先让我擦，宪哥。我邱丹，邱丹。让我擦一下。老婆没事没事，只是逢场作戏。没啦。Motel 吃宵夜更方便。行家，行家，行家。哇，真的是行家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 Motel？ 对。行啊，在大直附近嘛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摩铁？哦，好会，好会翻。哎，六 S 蛮上道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太迅速传来了吧！好，来，没有，他 Facebook 都同步的，同步的啊，对呀、啊。哇，好快啊！我他好像抓狂哦，这手机是烫的。哎呦！这个会传，他在输入中，输入中，这一通就决战了，来了，关键。哎，那这不行，那要赶快打给他解释。赶快打，还是打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危险，说真的。看他这次打什么嘛，快讲，看他这次回什么，冒冷汗，那是不是还在输入中？对，我打很久，我糟糕，打很长，完蛋，这次打很长，我最怕人家打很长了，还在打，还在输入，还在输入中，还在顶你，来了，差嘛，来了，有了，来要趴出来了，好，帮你叫记者发布离婚，真的，我靠，给你我赶快跟他讲、欸，真的，赶紧跟他讲。宪哥还是用你的电话，用你的电话。没有，我高兴了，顺利啊，高兴了。没事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啦。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哇，好准啊！好嘞，完全一模一样，差吗？对，哎，半啊，哎，对啊，电话还是要打一下，再打看，再打一次。你干嘛不接我的电话呢？问号。
哇，好厉害。嗯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打一次，再打一次电话，哎，再打一下。你字那么大字，输入中，输入中，对对，你看不到，老花了。你还有心情还没开玩笑？紧张哦。快打他！他又在输入中了，又在输入中了。对啊。哎哎，他真的会哦。等一下回来再跟你解释，我爱你哦，救命救命！哎，他干得出这种事，我也是在节目救命救命跟女艺人太亲密，有没有？他把那照片截图下，他给我po在公开的Facebook了。很好的玩笑。很好的网友，等一下回来再跟你讲，爱你，好吧，没事了。对，这怎么可能没事？怎么可能啊？新哥，哪里没事啊？你好像，你好像修理机车行就说弄一弄就说好了，下后啊。机油就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知道解释有必要那么累吗？是啊，那怎么？快点，不是不是，宪哥还是用你的手机打，不是、啊、就打电话给他就好了、啊。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要离婚了，我不怕，我不像你。我才刚结婚五年呢，你结婚二十年了，你离婚没差，五年离一离算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要解释，这集好，你慢慢打，我下次休息。哎呦，不行了。转接语音时间，宪哥，用你的手机，用你的打，对不对？你完蛋，你们真的惹到雅雅了，用我的，对啊，还是用事情哦，以我对雅雅，我有电话吗？我没有，你没有，没有在用，要不然你的鸽子拿出来，鸽子飞鸽传书，没有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等一下再打了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心啦，安心，你坐一号，他不安心哎，不安心，不安心啊，不是，你坐一号刚刚好而已，好吧？要不然你们赶快结束好不好？好。